前面讲佛的三身啊，三身。嗯，那么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降生的释迦牟尼佛，那是变化身啊，变化身。这变化身，就是佛修成的，修成的智慧差别相。 他对象呢，就是变化的身体。变化的身体就是现现的。既然是变化嘛，变化一个跟人类同等之身。那修德的在智慧说，就是后德字。后德字。 受用身呢，也是厚德字。这报身跟化身呢，同是一个厚德字。嗯。那那个报身，他的厚德的这智慧，是专门给一些书生大菩萨众说法的。说法的。那我们所见到的释迦牟尼化身。 他这厚德”字，智慧是变化的意思啊，智慧，以智慧变化的，嗯嗯，那像我们一般的人修行，修行啊，修行的功力到一定程度了，你要有变化身，变化身，嗯。 那是是意识，你的意，你的作业，我作业，你对一类的一类的不同的众生，说的一类一类的不同的话，语言不同，神像现的也不一样，也不一样，嗯，那怎么样不一样呢？ 就是咱们所说的啊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那所实现的身呢，那就是咱们可不是身能变化啊，穿的衣服、行动，嗯，也有所不同，有不同，因此次我们体会到。 释迦牟尼佛所用的智慧是厚德字，那他对待那些个普贤文殊利华严会上的人，佛的受用身，那现的受用身，法身是无相的啊。三身当中，自性身，自性身是无奈的智慧，是法身意。 无相，无不相，就是从法身而现的变化身。变化是嗯。你体会到这个意思了，理解到这个意思了，嗯。你再进一步说，变化甚至无穷无尽变化。这道理怎么讲？嗯，释迦牟尼。 咱们现在供的这释迦摩尼，这是不是佛的化身？嗯、但是我们再尊的化身释迦摩尼在这儿，然后现在讲华严经，我们这个化身，嗯，这化身呢，大家认为它是有形的、有相的，没这有形的呀，有相的呀，嗯。 他的做中意是什么？这个化身没有说言语，没有行动，行动，嗯、但是他在某法会当中做主，什么的法主，这也是变化身。作为每一个殿堂里头所供养的，无论菩萨山也好。 佛像、佛山也好，都是化身，变化身。那么的思想，见到这个变化身，跟着见注释的，十界末的变化身，那我们的分别心不一样了，不一样。了。如果你以华严义。 我们看见这位变化身的释迦摩尼，跟印度四现那个化身的释迦摩尼，那个身你没见到了，那个的化身，千百亿无量亿化的化身你见到了，因为我们是这个烦恼心、业障心，你见到这种化身。 不像是见到印度释迦摩尼那个化身，你把它当成像，那你所得的利益呢？跟那个印度那个化现的释迦摩尼变化身不一样。如果你能够把这尊佛像当成跟印度释迦摩尼佛化现住世佛像一样的。 那你所得的福报完全不同了。在进一步，你把印度的释迦牟尼跟说华严经的释迦牟尼，把它又提高一层，那你就是得大菩萨境界。因为我们现在只把它当成个铜像。 如果像塑的好、很庄严，你赞叹随喜，生很无量的欢喜；而这个像塑得很不怎么样，那你心里生了分别心了，分别心了。那你所得到的呢？不是在这个佛的变化身像，是你心里头所有的观念所得到的不同。说这种道理，要能知道了，知道了。 知道种种义，种种义，直知道一一法门，悉得明了，要你明了是这个。嗯、如果你把这尊佛像就当成是毗卢遮那，那你的发身跟佛的发身结为一体了。 你所得到的,的好处呢？得的功德呢？那就不同了。那就你看一切都不平等，一切的法界最清净。这叫种种义，这叫一义法门，就是一尊佛像，那的含义不同。 你就心得明了，所以我们经常说观法界身缘，观法界身缘就是观自己的法身，跟诸佛的法身平等平等，那你所得到的不同，不同。 我们平常我们说求感应，我们每位道友到这普陀山来朝朝礼的时候，希望能见见文殊菩萨的智慧光明，能见见智慧灯。没见到，没见到是菩萨没现吗？菩萨常时入世现，诸佛也常时入现。 那就说明了自己的业，说明了还没有见闻入不的智慧的能力，那种智慧，智慧上没够。这个是很微妙的，这就叫微妙法，也就是一一法门它所含的种种义，那种种义你没明了。 如果学《环境学到你能够见造这一尊像佛的化身，跟佛的印度的化身，乃至于佛四现度一切众生的化身，平等平等，那你所产生的效果不同了。也就是说你的业障消失的不同。 消失的不同，嗯嗯，我每次跟大家讲，你学打开哪部经本儿，打开《普门品》，你感觉着观世音菩萨就现，在《普门品》上，就是说的观音菩萨。那你的智慧开的就快，得到的利益效果就大。 现在咱们学的普贤菩萨，都是普贤菩萨在说法。如果你把它别当成文字，离开文字，想普贤菩萨，不是跟那些大菩萨说的，就是跟我说的。你就是当机众，你应当知种种义。 是这样去指导总宗业，一法门呢？嗯，一法门就是凡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就是代表十方无量诸佛所说的。现在是普贤菩萨说，是普贤菩萨说就是代表了十方的诸佛所说的，那你的心量就大了。 如果你因为哦这只是梦参在这说呢，那就完了。那你所得到的很少很少。嗯，吧这就是你心里呀、啊，观想力。嗯，如果这种观想力大了，凡是佛所说的迄经，不只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，要是留了光如来。 都叫，诸佛的法门，一一法门，你全都懂了，就是你的心契合了佛的心，佛所有的经典叫契经。怎么叫契经呢？即气理，跟理相合也契事。咱不说过去。 只是说，咱们现在，咱们现在的心、圆念的,大的、大乘的体、大乘的相、一切诸佛的妙用、诸佛的化身，那就诸佛的妙用，能契合的是你现在的一念心所契合的。 是那些个法身大寺文法的切合，普贤菩萨所宣扬的，诸佛的法门就叫无奈伦本来是无奈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心呐、啊，思想啊，未能达到的无奈的境界，处处都是障碍，入不了无奈伦 这是《普贤菩萨说十定》第十定，无奈伦。咱听这些讲讲说的，所教授我们的法上当中，嗯，没有定啊，就是都是说定。这个，一切法都属于无奈伦就是无奈定。 我们这个就讲了十几天了，十定品，十定，十定的第十定叫无奈伦三昧。现在一直都讲这无奈伦三昧，啊，咱们从字义上讲呢，无奈嘛，什么障碍没有，就是对知道种种义、种种的道理、种种的法门。 在这上一一法门，没有什么大乘、小乘、中乘，呃，究竟乘没有。一法门平等平等，每一法门所含的义平等平等。因为什么呢？一切法都是缘起法。一是什么缘起呢？性空，一是性空而缘起的。 大家如果能够在性空，能够像前头十回相品所说的，广大入法界，究竟入虚空。这个究竟入虚空啊，是说的一一法门，一一法门，包括咱们说苦啊，这个世界很苦啊，嗯，一天身体呀总感觉不自由，嗯。 天冷了，嗯，得多穿衣服，防卫，天热了，嗯，热的很难受，一件衣服不穿也热的很热。为什么？你不能自在，你不知道一切法的意义。自在了呢，知道就没有了，苦就没有了。为什么？苦是缘起，是相，性没有苦。 因为你这个右身你空不掉，随着向转，一会儿冷了，一会儿热了，一会儿饱了，一会儿一会儿肚子又饿了，这就随种种意。但这也有意呀，也是种种意呀。种种意你不能明了，不能契合他的体，你把它当成真的，你就苦了。如果它是空的。 苦建立不起来了。要知道苦的性，苦的相，随缘这法这苦那是苦，达到他的性不随缘了，那就一切苦没有了，即也入世，灭道也入世。 一一法门呐、啊，我只这一个，只有苦的法门。一法门，你要一达到他的意啊，一一法门都通了的。一法有种种意，一法有一法的意，指种种意来了解一些法门，悉得明了。那这一明了了。 你所发的大愿，要成佛，绝对能成；李宗盛绝对能李宗盛所有大愿，没不成就。知种荣,荣法，明中中义；知中中义，明一切法，那就所有的大愿，没不成就。 根据这个道理，离开文字，切入道理，切入到菩提道的道理，啊，切入道理，嗯、啊，不要在文字，不要在形上去执着，如果执着呢，就有束缚了，有耐了，有障碍了，就不通了，这是无耐论。 无奈伦的就是批破舍诺的含义，定。舍诺特就是定。这个定啊，所有一些演说这些文字，这是照。照呢就是关照的意思。批破舍诺就是关照。 舍那陀就是紫紫光双印了。咱们念观自在菩萨的心经，第一句就是这个含义。就这现在我们所讲这个知种容易，一一法一一法门都明了了。那在心经上讲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如密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照。 知就是照，知就是智慧。说一切法都是通的，一切法都是通的。那菩萨到在这种境界了，这一下，普贤菩萨跟着法会的菩萨说：“佛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以此开示。 如来无差别相，以此此事指着什么说的呢？嗯，此事就是指着上来这句话，直中总义，一气一一法门，听得明了了，解释这句话、啊。 说大菩萨摩诃萨，绝有情的大菩萨摩诃萨，以这种的义理，一义,义种种义，开示的所有的一切法门，这一法门就是如来的无差别性。无差别性就是体性啊，体性是一个。 十方一切祝福，佛佛道同，佛佛道同，此佛的道，释迦牟尼佛跟弥阿弥陀佛道是同的了，没有差别的了。这叫一切法，一切法是有差别的、啊，极乐世界跟说婆世界不一样啊，种种义义没有差别。 总种义，就是一切如来无差别性。以这个开始，一切诸佛的无差别性，嗯，这是开阔的啊。执总种,种意意义，一一法门，把这个重新来解说，解说这个道理啊。 这就是无奈方便之门，此事无奈方便之门，只要又有言说，就是方便之门。那么这个实无奈轮的大定啊，定中所生起的坏，定中所生的坏。 皇归于定，所以十轮无奈定，说产生无奈的方便门，这些方便门都是无奈的，从无奈轮的智慧出生的，这就是以此能够出生菩萨众会，以一法门就是菩萨众会。 所表现的一方那么此法为是三昧的境界。三昧还有境界吗？三昧没境界，方便门的境界。方便门又是什么境界呢？无奈轮。 无奈了，嗯，而且这些无奈轮的种种的方便，种种的方便，嗯，能够出生种种的菩萨众会，普贤菩萨现在对大会大众的菩萨演说的时候，说这就是无奈的方便，才出生了。 这是一个菩萨的法会，但是这一个法会出生这个法会，还是三昧境界，是在定中的境界。这无耐伦的三昧境界是什么境界？能出生住会住会还归于三昧，这叫三昧境界。 从无奈伦的三昧出生，这些法一一法一一法都是无奈的，都回归于三昧。什么三昧呢？无奈伦三昧。那就，只能融入萨婆罗，这、就是最勇敢的。 最精进的、最了意的、最殊胜的，三妹无奈伦，境界。进入沙婆罗，就一切种子，沙婆罗是印度话啊，咱们中国话就一切种子就成了佛了，成了佛了。 由此而能够开示显示一切的三昧门，一切的定舍么脱，都从此开眼的，嗯，什么来开眼呢？提婆说：“诺，关照的智慧。”嗯，说你用这种道理。 解释一切经论，一切经论都以此道理，拿这个种种义、种种义显示一一法门，所以他无障碍普入诸刹，一切佛刹都能入，佛佛说的法一样的，普能入诸佛刹。 懂得这个道理了，说破即是死界极乐，极乐即是说破。互相影响，互相削弱，表现无奈法门。你如果有奈的话，你说破世界你怎么样也达不到极乐世界，他无奈，所以说破世界能生极乐世界。 极乐世界又能够回到娑婆世界度众生。如果不行的话，那就有障碍了，那怎么叫无奈啊？说这无奈法论，所有一些境界相都是三昧反应的，三昧没境界，那就是这些境界相正得三昧的过程。 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此能开显诸三昧门，从一个三昧门，从一个三昧开显无奈的无边的三昧，无边无奈的三昧同时回归无奈轮三昧，因此才能够无奈普入住刹。 因此才能调服一些众生，因此才能够与一些境界相。一些境界无得，无入，无入就是住于众生界而无所住，纵于众生界际而无所住，是住即无住。以此三昧。 以这个境界，能够开示一切佛法，就是前头总总义一一法门，开示一切法，就是一切觉悟的方法，法法都能觉悟。嗯，就是看缘有没有，缘契合不。 但是你不要起执着，如果一起执着呀，要想得个什么，这个境界无所得，无奈伦无所得。在开示一些佛法时候，不要想在佛法之中求得个什么，要想有所得，无所得，一切境界相皆无所得。 无所得而得到了无所得得到的什么无着懈脱，无着懈脱。想有所得有着有着不懈脱，不但没得到失掉了。此十句一共从此无奈方面门。 是总是总说的，啊，住在这个境界上，住在无奈方便门的境界上，一切无所得，只是方便三巧，开始方便三巧。因此下文就下文又解释上文，《华严经》就是这个含义，没完没了的下头解释上头上头成就下头。 就这样一个含义，这叫入法界了。虽然有一些诗演说开示，那大菩萨普贤菩萨跟这些大菩萨说，说一切事都在说法，都在开示，但是没有妄想分别。这种开示远离妄想分别，不是妄想分别。 只是无奈方便，以无奈的定力，无奈轮的定力，以无奈的方便散巧的开示。千万莫生妄想分别，是离开妄想分别的。所有一切事，都在说法，但是都离开妄想分别。 不要用妄想去分别，谁知道诸法皆无所作，无作无相无愿吗？知道啊，明白呀。这法性的体，法的体，无作呀。 说意义的含义，说意义法门都是无作的，因为无作的才无障碍，无所不做。无作无所不做，无所不做呢，就是视线一作业，就无所不做，也就是业用，无作而做一些业。 但是呢，是四现的，告诉你了，不是真实的，是吧？做幻化的佛事，度幻化的众生，回归于真实，随知祝福，无有二相。 佛佛都是一相，什么呢？法界身，法界相，法界是无相的，法界身也是无相的，佛没有什么八十宗号，三十二相，无量天好没有，一相，什么相啊？一时境界。 因为耳能够显示一些祝福，那释迦牟尼佛、说破世界，他跟东方要是流泪，光如来世界的要是流入来不一样啊，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不一样啊。但是无二相啊，佛佛道同，仅此一相，仅此一事实，于二在非真，佛是一相。 一相那显示一些诸相，因为无相无不相，什么相都可以幻化的。但是，人有原教道理，原教的圆满的道理最难入，而最易入。 就是这靠你的着住观吧，难若无二相，而能显示一切相，一切相皆是佛相。如果咱们大家看释迦牟尼画像，就那塑像来说啊，咱不用走远处，就五台山。 看看释迦摩尼佛像，嗯，各个佛堂里头供的，就是咱普照寺的释迦摩尼佛像，能够说出一百种。大家看看每个屋子的画的也好，住的也好，同住的好像，啊，就是重重无尽的，但是无二相。 如果我们说的种种像佛像，标个标签儿，只是标号而已。说这是不动如来，嗯，这事儿，啊，毗卢遮那如来，嗯、啊，我颠着看我那上头供的五尊佛像，五方佛一样的，那塑像的是塑的一样的，哎，但底下名字不同了啊。说这事儿。 要是溜的光出来，东方的说这是皮罗折弄出来，是中方的，嗯，这五方佛五样，五方佛一样，一样呢，一搭起标签儿就是符号不同了，咱们都是人，四五百，但是里头标签不同，人跟人不一样，嗯，嗯，年龄的大小。 相貌的不同，但是无二相都是人，说人相。这个道理该懂了。说这个祝福也如是，随是祝福无二相都是佛，但是显示的各个佛不同。随是无色，一切色法。 色即是空，这个大家都懂了。空就没有色了。但是看见的形形色色，说法的时候说无量的色，无量的色法，随之无寿，而演说祝寿。这个寿啊，说的心啊，五蕴。 五蕴呢，就是色心二法，受想行识，这四法是心法，知道无受，没有个能受，也没个所受，但是说言法的时候啊，要言说住受，这叫一一法。你把前头那两句话记到，一直贯串下去。 这受想行识五蕴都入事。所以说无想，无想，这想是妄想的，演说种种想法，想这个想那个的啊，这个道理可以自己每个道友都可以想，都这样想，你想了种种，无想。 如果你静下来，什么都不想，无想了。但是一会儿想家庭，一会儿想社会，一会儿想肚子饿了想吃饭，想穿衣服冷了。说的种种想，这种种想回归呢，是哪儿起来的、啊？种种想哪儿起来？从无想起来的，回归到无想。 种种心回归到无心，无心。随之无形而演说种种行，随之无实而演说种种实。嗯，演说诸实。嗯。恒以法论，开示一切，是不是以一法、以如实意来开示？ 最近这句话就是：“持无耐伦法轮，开示一切言说一切法，执诸法种种义，一一法皆入世，入什么世呢？没有，没有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” 空，空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？空生大觉宗，空生大觉宗，真正的觉悟了。觉悟是空的，空从大觉生的。老蒋，空见了一些法，一切法见了有空。 说叫不空啊，叫不空啊，空如来藏，还有个不空如来藏。但这个就是虽然知道一切法无生，一切法不生，无生，而常转法轮，常转的什么法轮呢？转的是无生。 就这样来解释。随着法无声，常说一些法论，常说一些法，说的这些法说什么呢？无声。这些每一句经文的意思啊，要么用思想观，要用观想。 要用皮薄舍诺照，用智慧照。随事做法无差别，而说种种差别门。嗯、这意思都一样的。随事做法无处无现，而说做法出戏之相。嗯、上一句话。 都是根本字，下一句话都是后德字。十事诸法无生无生，根本字；而长短法轮后德字。十日诸法无差别根本字，而说诸法差别后德字。用后德字说法，十日诸法无有生灭，而演说一,一些生灭之相。 达到无生灭，随着诸法无处无现，而说诸法出现之相大小方圆。就是把这两句道理掌握住，一个是根本智，一个是后得智。那咱们这个定，所有的演说。 都是解释实定的无耐轮，所有的解说都是厚德字，实无耐轮是根本字。随智入法没有上中下，悬说最上之法，经常修这观。 空的，空从哪儿来的？大觉生，空生大觉宗，这才真正的觉悟了，真正觉悟了，嗯，嗯因为把根本的空建立起来，演说一些不法不空，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呢？嗯，如果咱们能达到这种道理呀。 苦集灭道，一切法都不存在了，不存在了。啊、嗯，这我们平常的对我们来说，没有业，随缘消就业，随缘就都消失了，不会存在了。诸法无上中下，但是要说最上的法。 体上根本字上什么都没有，哎，后得字就不同了，这叫差别字了。演说诸法，随着诸法无内无外，嗯，演说内外诸法，随着诸法不可了之。体性不可了之，而用种种的智慧关照、观察。 种种智慧造的一切诸法，所造的诸法，啊，回归于能观照的了不可得。如果大家把《心经》读好了，智慧开了，什么经你都能解释。那两句话把一切经论都能解释。 一个观照，嗯，得行深般若波罗蜜，那就是般若波罗蜜的大定。但是，一照啊，才使一些诸法皆空了。咱们讲这五蕴也好，一些诸法也好，就是一个根本字，一个厚德字。随着诸法不可言说。 而演说的清净言辞，都说的清净法。清净对这言垢的，啊，对这垢言的，说清净法。把言垢都除掉了，清净法也没有了，这些大道不可说呀。学术诸法无内无外。 而知道一些住法殿内外，嗯，什么知道住法殿？出家在家没有啊？没有什么出家在家但是你经过出家在家了，才知道出家在家一个样嗯，嗯，但是一切法不一样。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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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时住法不可了之。 而用种种智慧观察，观察完了还是个不得了之，达到法性离体了，嗯，就这个含义。就上一句下一句，非常微妙，这就智慧。嗯，就根本字跟厚德字，随着入法，毕竟无尽。 法无尽，但是演说尽有漏，让有漏都尽了，达到无尽，也没个有尽，也没个无尽，这法无二嘛。随着说，法无为无争。法性本空嘛。 有什么违逆呀？有什么争论呢？但是自他差别之下，还是不能够离开呀。嗯，咱们要说人人性，都是人嘛，人性嘛。但是差别像，男的女的不同，男性跟女性就是不一样。 在我们中国讲到阴呐、啊、阳啊，佛法知道一些诸法，没有住相，但是还要说住相，还有自他的差别。谁是助法无私，而常尊敬师长。诸法无私只是体性，跟文字说的，说这么说开悟了，啊。 无私自通了，成道佛了，无私但是呢，在四厚德字上，随顺而直道，尊敬师长，没有师你还不能启发，等启发后头，等你明白了，不从外得，当就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。 奇哉，奇哉呀！他说：“我现在挣得的是我原有的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，没有差别的。随着诸法不由他物。不是因为外境而开悟的。但是得尊敬善知识啊，呃，善知识诱发，善智诱发完了，等你明白了，还是自己本质的，并不是从外头来的。” 随着住法，无转而转法轮。嗯，嗯，说无转就是随着住法，不要无不可说不可说，但是常识说。嗯，说这说转法轮转法轮，就说法嘛。嗯，法轮还要转吗？但是要常转，不转它就不动。 其实住法没有差别，而说行果种种差别也住法平等平等，以法，依法的意义，这前还是都是解释那两句话，嗯，但是修行所证的果种种差别。 知道没差别，而要实现行正，就是发心修因成果，它是有差别的、啊。呀，等到你达到究竟了，没有差别啊。嗯，随时做法无有处理。而说清净处理行。 一切法没有处理，也没有什么处理，也没个生死有没有事在内。但是呢，情境跟染物不一样。要处理染污，先得当境。净。四住法本来常住，所以《法号经》说：“四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，世间相融融如是的。” 但是，一切法的流转的方式不同啊，四间相就是不一样。那世间相就是四间相。随着诸法没有照明，而横说照明之法。一切诸法没有明，没有难，但是白天跟黑夜就是不同，必须得灯日光明更。 啊，日月光三光来照耀。这一段经文，咱们总说一下啊，说把一切事都回归于理。咱们讲的是理法界，理法界是根本的智慧。从理上说，没差别。 而字上不同啊，“礼物”二字，似有牵强。嗯，在理上是不错。嗯，啊，上不同。现在咱们这后一段，就是会字归理，把你的后的字回归于根本字。 根本字才起的，后德字，后德字又回归到根本字。嗯，一切事都有回归无理，理才能成就事，事呢才能显道理。嗯，这理成于事，事显于理，叫、就是、理事无奈。 黄静讲四法界、理法界、四法界、理四，无奈法界，最后是事事无奈。那理骗于事了，每一件事都是理，是吧？捻一个汗毛，这全体，理的全体，嗯，所以这一汗毛就是一法界。 与汗毛里转大法轮，说在法界里转大法轮，就把四权变成为理。懂得这个道理了，这一段经文就是“会四归理”。什么“会四归理”呢？根本就是理，厚德字是是四，厚德四，把厚德字。 佛语根本字就是坏事归理，在这个智慧，这显什么的呀？显佛与众生平等,平等，平等性体性平等。但是我们上来说的二十一种，他这个不是，说的是后修行。 厚德自修行，佛说里闹他有功德相啊，显得修行的功德，这就是说显佛的德了，佛的德，嗯，赞叹佛的德，劝修让众生发起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 成就得成就还是本来具足的，这叫无奈的含义。咱们讲无奈论嘛，无奈的含义，这因此而说无奈。嗯，正如真如而起的妙用，妙用就是真如而生起的。 黄国语正入，第一句话都是正入的，第二句话都是显离相正入，离相正入实体，完了就加以解释吧，这个。 从性上起相，相还归于性，中间要经过解释。你解释解释就是启发，启发就开表智慧，否则，菩萨摩诃萨入是大威德三昧之论，普贤菩萨的语。 说你这个十奈轮的大定，启发的三昧的自轮，三昧的自轮，证入了一切佛法的实体，证入了一切佛法实体，能取入一切佛法，才能成就啊！ 才能圆满呢？才能极呀、啊，就是修德。能证的，是无耐轮的大定；升起的，三昧的自轮。这叫大威德三昧自轮。以这个自轮，说证得了。 一切佛法，屈弱了；一切佛法，成就了；一切佛法，圆满了；一切佛法，嗯，积极其的性的无量功德，清净的无垢的，难住于此轮，难住于大定，十年大定。 了大一切法，自行相应啊！这到此地位，他了切一切，佛的国法，自性本觉的相应了。儿子不这么个啥，不做思念，这是普贤语啊！普贤说的，嗯，普贤跟诸大菩萨说。 证得这个三昧了，不做思念。有要干住菩萨，要干菩萨法，要干菩萨究竟，要干幻究竟，要干化究竟，要干神弄成就，要干智成就，要干思维，要干正弱，要干屈入，要干警戒。 说这么多的要干，就是什么呢？正入之法。说这个智慧的境界像是什么样子？说智慧的境界像。嗯、要是菩萨不做思念，菩萨摩诃大菩萨摩诃萨，不能有念。 有念证不到的，上头说这么多的佛法，不做思念，无念，无念真如，无念方正，不做思念，要做思念呢挣不到，不做思念，不做什么念头呢？ 没有什么要干的菩萨，要干菩萨没有，菩萨也没有，菩萨法也没有，菩萨究竟，这都是幻的究竟，一切法如幻，要跟幻究竟，要跟化究竟，幻化没有真实的，所有要跟神都成境，要跟自成就，要跟思维，要跟正入，要跟去若，要跟境界，不要做思念。 一切入幻，空的真空不空，才有要观幻作；真空不空，才有这些个幻作。啊，不做思念呢，就真空，真空，啊，幻空达到真空。 如果真每天关上一个小时的空，幻化，你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等你烦恼时候，放下，什么都不干，就静坐一下，光空，烦恼消失了，把烦恼就空掉了。 最高兴的时候，你最喜欢的时候，你也静坐一下。喜欢没有假的空的，在你在烦恼，特别在生病的时候，特别生病的时候，是最减少痛苦的方法。什么时候痛的很苦啊？等你这么一静下来。 这么一关，空的，虽然不能把你的那个病苦啊全部减少，轻的好多。好如果你每天能做那么个那么极短的时间，一刻钟、十几分钟都好，但是天天要念，天天要做。 到一定时候，你经过十年八年，你那空的力量就大了，强盛了，天天想空的。嗯，你就障碍来了，你用空降服障碍，空了还有什么障碍没有了？效果如何呢？非常之好，将来你切入到真空了。 从这个，经常是这样惯修为，等你到一定时候，效果产生了。但是已经十年，已经二十年，已经三十年，已经四十年，到老方知，等你老了你就知道了，得到受用了，得到受用。这叫三昧啊，所以三昧者就是惯力、惯性。 你天天入世，天天入世，天天入世，他有种惯力、惯性，这就叫三昧。不要在名词上想。如果你做一行，就一个法门。我说每天自修行一个钟头，但十年下来、二十年下来、三十年下来，哈、哦，每天的一个钟头发生笑容，达到什么呢？体会到了。 三昧的体性，这就叫三昧，这叫功夫，功力。何以故？菩萨三昧如是体性，如是无边，如是殊胜。这就是无耐轮的三昧种种境界，产生种种威力，种种深入。所谓。 如不可说自门，若离分别住庄严，如无边殊胜波罗蜜，如无数的禅定。殊胜波罗蜜就是到了彼难的些成功了，最殊胜的成就了，能入无数禅定。 处处都是智慧，咱们现在处处都是烦恼，做好事也是烦恼，呃，修庙啊、建塔呀、啊，都是啊，都是烦恼啊。中间有些事儿嘛，四生不通，四生不通就烦恼了。若果是入这个三昧，体性三昧啊，都通了，四生不通，体上去通。 这叫书上。但是三没有种种境界相，它产生种种威力，嗯，都是为了那不可说的自门有大智慧了。离分别的庄严，无分别庄严，离了分别庄严是无分别的，无分别本身就是庄严了。 无边的殊胜波罗蜜，总的波罗蜜达到了就行了，嗯，到了彼那了，进入撒波罗海了，那就无边的殊胜，说什么都是殊胜的，喝口水，殊胜的，嗯，排些大小便，殊胜的，没有一样不是殊胜的。 没有眼，没有镜，没有什么会呀、啊、够啊、大呀、啊、小啊、长短方圆，一切没有了。书、嗯、生的智慧，若无数禅定。大定，大定是你随举，你做任何都在禅定当中，那就无数禅定。喝水入了禅定了，了定了嗯，吃饭入了禅定了。 谁做任何事儿，都是禅定当中做的。若百千运诺托不可说广大智慧，得了智慧了，说多少也不可说不可说那智慧。若无边佛圣妙障，到了佛的宝藏了，殊胜的宝藏，你都进入了。若于境界不休息。 没有精神相了，那就没什么休息不休息。啊，就是用功用到成佛，无功用道，这种境界就是不休息了。若清净信解助道法，成就道法的三十七道品都是助道法。 清净心界，住诸猛烈的大神通，这都是说产生的妙用啊。前头说是体，现在说是用，就产生这些妙用。无有境界心无奈，没有境界的境界，还有什么障碍吗？如有境界，没有境界，那心里当然没障碍了。 入见一切佛平等眼，佛看一切都是平等的，佛眼观一切，以佛眼观一切都是平等的。这种道理呀、啊，可以用世俗的眼光看。当你自己用功用的。 看一些众生都是佛，因为他能成佛，不是现在是佛。看一些众生都有佛性，凡有佛性者都能成佛啊，所以常不清菩萨，他达到这种境界了。他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不轻慢任何的一切众生。 这样子的境界没有障碍了，这样入佛的平等眼呐，就是平等见了，跟佛的见呐，看问题一样的。这个眼做知见的见讲，不做咱们这个眼是对眼根对色尘说的，这个眼呢平等眼是指智慧说的啊。入普界，普贤圣子恒，啊，普贤不是一个名词。 这个法门，呃、啊，普贤菩萨表白自己啊，呃、啊，这才入了普贤菩萨的普贤生自行，普贤是普遍的意思。说聚众一切散发了，就普贤，说住三行，不若那罗燕妙智深呐、啊，这些个都，这种殊妙的智慧深。 诺洛燕要讲一下，诺洛燕呢是是勇猛端正，形容佛的妙智慧，不可思议的智慧。摩洛、嗯、燕一般的说讲，翻译华言说，金刚坚固，说佛的身是不思议自所成。 所成就的是光明的智慧。有时候把《诺罗燕》翻译的方法不同，两首是真的禅师，他以为他翻译的《诺罗燕》就是人人生之本。那是谁说呀、啊？是大梵王。 大梵王是众生的之主，众生的祖先，都从大梵王生的。就我罗斯法师翻译的说天，天力士，诺勒燕，天上的大力士，叫诺勒燕。又分荣健、勇猛、雄健，嗯。 哎，我刚才所说的呢，针对所翻译的，它是《法和经》，根据《法和经》说的，《法和经》说是“诺勒燕，身体坚固，有大力士，就“诺罗宴”是指人说的。嗯，啊，那各个的主词翻译的不同，啊，咱就把不把“诺勒燕呢，最好就当金刚坚固、不坏的意思。 如说如来智慧海，入起无量总自在身边。入生一切佛无尽智门；入住一切佛的现前境界；入净普贤菩萨自在智，普贤菩萨自在智慧。凡是加着普贤菩萨、加菩萨或者加大寺，这个普贤是由菩萨说的。 要人说的，要、就是单说普贤，说一切法都叫普贤，法对法说的，有十种解释普贤，挂解普贤的两个字，十种解释。若开示无比的普门字，普门的大智慧。 这种智慧就像一切门似的，都能通当。若普子法界一些微细境界，石玄门有一个微细境界陀罗门，极为妙，入法界的形容者，达到你的心体呀、啊。法界就是心啊。 所新生的一些法，一些法还归于心，就叫法界。但是这个境界相啊，非常危险，不到成佛不能究竟。若普现法界，呃，入一切殊胜字的光门，光明。 智慧本身就是光明，特别殊胜的智慧，入一切自在边际。自在了吗？没有边际吗？无边际的边际，如一切自在的边际，是吧？自在了，彻底了，了之一切法了，在一切法上得自在。 如些辩才法门界，都是无计之计啊！没有边际的，没有边际的边际。嗯，辩才呢，有智慧。辩才本身就是智慧，他把一切法都能显示一些法的真实义，以这种的智慧引入你到佛海。 辩才不是巧辩，不是世事实辩聪，不是把人说胜了，说我能说会道，把别人说服了，这辩才不是这个含义。辩才就是把一切众生都能引入到佛道，不论你多不相信的，啊，你加语言文字把它引入相信佛了，这叫辩才啊，他反对佛教的，嗯，站在的其他的邪道。 邪门儿，专门反对佛教的，完了，你来跟他说，说得有辩才呀、啊，得他说得服，说不服不行，嗯。昨天他们吉林居士来跟我说，说是现在啊，在东北有一种传说，嗯，学密宗的。 说念佛极乐世界，说是胡说八道，毁谤净懂，好多念佛的人，拜阿弥陀佛的也不念了，也不拜了。他是呢，开一个那么流通经典的，我说让你正好给他宣传呐，宣传呐，用你的辩才。 我说：“解是辩才呢，嗯，告诉他，对那个宣传的人说，密宗弘扬的西藏的所有的法门，以文，以这个普观音菩萨为主，观音菩萨可是阿弥陀佛的弟子，你要讲究用这种辩才给他辩论，把他降服，降服邪魔外道。” 这个宣传密宗的不是真正的歪门邪道。西藏的密宗法没有一个棒毁极乐世界的，观音菩萨化身，绿度母消灾免难，白度母健康长寿，就是宣传阿弥陀佛的，嗯。 这是这个是在西藏普遍的，修绿度母上师，修白度母上师，这很普遍的。怎么说密宗要来搬回净土宗呢？歪门邪道，是佛法无人说，谁会莫能了？他就有些人信嘛，莫名其妙，念佛念的好好的。 听他一说，不念了。辩才，是用到这上，以正治正见，摧灭邪之邪见，这才叫辩才。有智慧，辨别是非，辨别邪正，辨别真假，这样才。 入骗法界的智慧深，嗯，这个深呢，就是智慧所成就的，骗法界的智慧深，成就普一切处，骗行道，任何地方都是修生地方、嗯。有的道友问我，说我念佛呀，一天念的不断了，也念的不断了。 那我上洗手间、上厕所，有些个大德跟我说，说到洗手间、到厕所不能念佛，造业呀、啊，犯罪呀、啊。我说：“那你把洗手间变一下吧。”他说：“怎变呢？”我说：“是，你那个普普贤菩萨的《华严经·净行品》，等入厕所时，当愿众生。” 气坛真词到气坛真是增加界定会厕所就是道场了。可以念佛不一定出声嘛，到洗手间你静念嘛，默念嘛。啊，你心里观一下一切处一切时，你不间断念。有些个道友不，不足懂不明白，装懂，立了很多的规矩。 给人出现了很多的点子，非法的、不正确、不合乎佛法的。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法？要学才能知，才能知道。不要乱作主张。对，社会上讲拿着鸡毛当令箭呢、啊，那不是令箭，那不是令箭。反正你一心向佛。 用观想里面，嗯，一切法界，只要法界一切事物都是法界嘛，普遍的了。以此为身，骗法界的智慧的身。一切处一切时普遍的都是道场，成就一切处。 都是骗行普遍的道场，若善助一些差别三昧，这十大定的十定无奈论是总三昧，总三昧成就一切三昧，不论的差别三昧，这叫入什么呢？入住佛心呐、啊，这个三昧就是佛的心。 无奈大定，无奈大定。佛子此菩萨摩诃萨住普贤行，所有一切行，全是普贤行，举心动念，全是普贤行。以普贤心修普贤法，念念都是普贤行。 每一念之间，入百亿不可说三昧，说不出来那么多三昧，念念，念念相续，入百亿不可说三昧，这大定了，也不见普贤三昧，入了这么多普贤三昧，行了普贤没有普贤三昧，什么是普贤三昧啊？ 没有，即佛庄严即前后，佛的境界，佛的境界是什么？没有境界，什么都是佛的境界，无境界，无处不是境界。如果你心心念佛，心心想着佛，走一步路，起个念，随便入什么。 都是佛的三昧，这才叫无耐伦的三昧。今天讲到这里。